两边按照既定行程跑，柯文哲却不时看着台下的蓝顺聪，还要各界帮忙劝进这位白绿最大公约数出征士林北投立委补选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不要叫换他上来问哦，他担什么？他说没有意愿，没有意愿，哇！第一个条件就卡关了。那问他，大家你们要不要劝一下他？我们真的去帮柯文哲问一问。我个人没有意愿呐，哈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不认为我是这个白立和这次参选的最好人选的，因为我也不太乐意看到哈。我的参选哦，造成民进党内部哦，这个挺柯反柯之间又再打一次了。不止蓝世聪是柯文哲目标人选，官船局长陈思宇也被征询，本人意愿还不低。传出上一周总召柯建铭打电话给柯文哲，表明这一次的立委补选，民进党尊重柯文哲提名的人，试图修补白绿嫌隙。我个人没有接到，没有，我要找他，我自己去找他，他都在青岛东路散闹啊。我最近比较忙啊，没有时间找他。有啦，其实民进党里面我们朋友很多啊，这个。就在民进党正在征询有志之士的同一时间，想选的人说白绿要不要合作，连民进党内部根本都还没决定。现在的意见一样，就是还是两派，是交给党中央。我相信党中央有智慧去处理所有的事情。合不合作，绿营内部明明还在讨论，却传出这通双柯通话，谁放的消息不证自明。三立新闻由嘉伟、陈嘉伟特别报道。